谢侯导那一部电影，让我们发觉其实大道城其实很多高手隐身在大道城里面。其实我认识陈师傅非常久了，已经快20年了。我从海上花也是侯导的电影，就许多部侯导的电影，包括最好的时光就是舒淇得最佳女主角的那部片子，还有这次的聂隐娘，然后还包括其实台湾许多那个表演艺术舞台剧，我也是都是找那个陈师傅一起合作。服装它事实上是非常多的层次，那当然这次的衣服很多，其他是尤其是女性的部分，它是比较是贵族，然后是多层次的，然后为了找这些布料，比如说是真的好的丝质的布料，或是上面的刺绣，其实也走了很多国家，包括比如说受唐文化影响的国家，包括印度啊、乌兹别克，或者是像日本、韩国，所以许多布料都是来自于。其实除了中国台湾，当然很多布料我们是在我们在地的永乐布市这边，因为这边也进了很多非常好的从苏州杭州来的丝绸，然后是上下拿来剪都在剪断剪找重点，对，这个本身就是本身部分就是